入，所以就是记录你那个当下拉的那个音乐，就等到你二十岁的时候，也不一定拉比十五岁的好，但是你二十岁的时候又可以听到说十五岁拉琴的时候拉的不好的地方。开心哦，开心哦，今天哥哥妹妹其中一个。阿甘今天要跟珍珍求婚，阿甘，我现在非常紧张，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假装是过我的生日，你知道吗？紧张。Thank you.